好，看到第五题，他说啊，一加 x 的 n 次方把它展开，那展开里面依照生密来排列，就 x 次数越来越高这样子。好，第五六七项它的系数成等差数列，求自然数 n， 好，这是一个自然数的哈。好，那么请问一般项长怎样？好，这个一加 x 的 n 次方，一般项应该是 c n r， 然后后面 x 应该 r 次一 n 减 r 次，那一的几次都一就不写了。所以就是 c n r x r 次，所以一般项是这一项。那我们要问说，一般项是第几项？这是第 r 项还是第几项 ？r 加一项，对，非常好。这是 r 加一项哦，第 r 加一项。好，那第 r 加一项的话，现在问你说，第五六七项这个的系数显然是这个 c n r。CNR 是第 R 加一项，那第五项呢 ？CN 四，对吧？如果你 CN 五就是 R 加一，就要第六项。好，这个如果是五，那就是 R 加一项，就是五加一就是第六项。所以这个第五项应该是 CN 四，然后六七项 CN 五跟 CN 六。好，那它会成等差数列。题目说它成等差，那成等差的话，这三个成等差就前后两项相加，中间的两倍哦。因为后面这个可以写成前面这个加上一个公差，这前面这个可以写成后面这个减掉一个公差。好、哦，那你这两个相加就消掉了，前面就是中间这个就是中间这个两倍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把它相加的中间这个两倍，那这个。就是 n 阶除4阶除以 n 减4阶，然后这个 n 阶除6阶除以 n 减6阶，那这个两倍，然后 n 阶除5阶 n 减5阶。好，那约分很简单， n 大于等于0，这个就通通约掉，它不会等于0，直接约掉就好。然后这边也要约分，那这边在约分的时候，哎， n 减4 n 减6 n 减5谁最大？ n 减4最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其实是 n 减4再乘以 n 减5再乘以 n 减6阶乘，对吧？那这个其实是 n 减5再乘以 n 减6阶乘，对吧？所以这个 n 减6阶乘就可以通通约掉 n 减6阶，通通把它约掉。好，通通把它约掉。那约掉了之后，这边就剩一个 n 减5，这边就会剩下 n 减4跟 n 减5。好，然后这个。有分母，那我们就可以通通乘以 n 减四、n 减五、n 减四、n 减五、n 减四、n 减五。好，然后你发现 n 减四、n 减五也约掉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两个。好，那这个 n 减五可以约掉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四阶、五阶、六阶，那谁最大？六阶最大，所以我就通通乘以六阶，就可以把它们通通约掉。六阶、六阶、六阶，对不对？六阶跟六阶就约掉了、啊。六阶跟五阶约掉，剩一个六。六阶跟四阶约掉，剩一六乘以五。好，所以通通约完了，就剩下五六三十，对吧？这个也通通约完了，就剩下这两个相乘。这里有个二，把它写下来，然后。这个约完了，剩下一个六，还有一个 n 减四，所以六乘 n 减四。好，所以你就把它乘开，会有 n 平方减四 n 减五 n 就减九个 n， 这减那这个十二 n 移过来再减十二 n 就减二十一个 n， 然后这个系数这里再把它移过来就等于九十八。好了，这个再把十交乘，九十八应该可以拆成七跟十四啊，七跟十四。好，所以 n 就会等于14或者7，看看有没有。